做励志节目就是嗓子再烂也可以唱歌，铁杵有能也能磨成绣花针。我就不敢相信我们麻烦这三位大明星来做这么艰苦的事情。好，我们欢迎三位明星，好，你们好。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那个等一下要请你们指导的唱歌学生就是遭到不幸。有那么糟？要不要现在就收工算了？没有啊，其中有一位老师已经率先发脾气闹狠话了。哪一位老师？有一位老师说唱的烂就不要唱，也不需要教了。那位老师谁啊？你说是不是很嚣张？那位老师，而且他甚至还把我砍拖进去哦。那位老师在看电视的时候说，他真的没有想到小S哥这样烂成这个样子。他说他吓到从沙发上滚下来，太夸张了吧？你也听过我唱歌吧？我听过啊。你有没有听过我唱歌？有有有。是不是还不错？是没有很好。对啊。啊？你说什么？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是也没有差到需要跌倒吧？不需要跌倒。信老师怎么了？啊，没有，身体不太舒服。要不要帮你叫计程车回家好了？当天是沙发不稳吗？所以是你啊？啊 ，S 真的在你眼中就是完全不能唱的。好，我中招了。那你够格啊！你把话讲清楚，当天是地震，再或者是你真的是不舒服，然后头晕跌倒。如果说。 有人居中安排在你的演唱会上面，让他当演唱嘉宾的话，你会取消这场演唱会吗？不会啊，为什么？你会接受？对啊，因为一直在神经紧绷的时候，偶尔有一个轻松的时候也不错，大家开心一下。你是说我出来逗乐大家？不是，我是说我很阳刚嘛，那突然女生漂亮，可是我是要跟你飙歌哎，的那种。 然后你知道还要这样前后有摇滚感，你知道？没有说要讲笑话，市场不太好。可是你其实有跟伍佰这样做过。有啊，伍佰多爱我啊，我让他票房整个大爆满哎。没有你的话，伍佰卖不出去是吗？也是好，但是我就有帮忙到两。有跟你这样前后吗？有。然后就还有这样下压，你知道那种摇滚乐手最爱。对对对，所以为什么？然后还走在那个输送带上面，那个输送带会自己跑。 把你送出去吗？你说接到外面吗？接到出口？所以伍佰可以接受兴却，不能接受就是怎么回事？是他自脾气拗啊。没有，可以啦。可是那伍佰之后三年没发片了。啊，对。对。深受影响。<笑>嘴巴还这么硬。<笑>遗毒很深。<笑>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个三位学生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心要唱歌，可是实际上他们已经在电视上面一再的被确认过，就是不能唱歌的人。三个小朋友已经把头探出来，你什么事吗？七矮人，看起来好可怜哦。真的要接受这么烂的学生吗？他们应该不会很糟吧？我真的还OK，他们两个真的蛮烂的。我们让老师见识一下，要不要收工？好了，三位学生站出来吧，来，看起来好糟哦。纳豆，你真的要唱歌？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其实来今天是来见杨丞琳对不对？因为听说你爱他爱到不行。对啊，你现在还在爱杨丞琳吗？杨丞琳是你全天下的女生中最爱的一个，对不对？第一名。你真的有眼光哎！你谢谢你。所以你有梦到过杨丞琳吗？不要。没有，都不要。有被告诉我们梦境的内容？正常的，我梦见跟他吃饭的。只有吃饭？嗯。吃饭？吃完饭没有带回家？没有，有梦见跟他交友过。交友。去哪里？去擎天岗。谁要听到那个梦啊？OK。 所以他是你心中的女神，是不是？真的超过徐熙娣？当然啊。不同市场。把他从名单当中划掉。徐熙娣，你不要再唱他这一个人吧。差我，差我嘛。真的让他，那都让给杨丞琳。好了，给你了。那。 你知道这三个学员当中很诡异的，就是有两个人模仿过杨丞琳，为什么？鸭子，你为什么可以模仿杨丞琳？因为我对他爱不释手。爱不释手，因为他是手机吗？词汇有限就算，不要乱用了。<笑>我不但剪了他的刘海，而且我连他在 MV 中的摔手舞的前手翻我都练了。真的假的？真的。前手翻你会？我前手翻，然后学他的可爱音，还有那个最新的那个角色汤姆。 哦，这样子可不可以让那个贾斯汀爱上我啊？把他从名单中删掉，今天要 B
老师都训练不了。整个毛发是站起来吓死我，真的惹人生气。对啊，真的会前手翻哎，我真的会。可是陈琳，你说他模仿你是不是不像到了极点？如果跟纳豆比较像，不是，又不是你。对啊，纳豆模仿。纳豆对你爱极生恨，所以模仿你。你的模仿是靠化妆，还是说你真的有语调上面也会？你觉得你也会装可爱的声音吗？会啊，来，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大家好，我是姚晨。声音那么沙哑，竟然还可以学聪明，我真的聪明了耶！怎么会有比陈冠霖还欠打的人呢？而且那时候我还发明了那个杨丞琳的笑话，什么笑话？大家好，我是杨丞琳，狼来了猜一个人名，就是杨丞琳，因为杨丞琳。陈冠霖过去，这一集干嘛是要看怎么样把我惹怒？哎，那个纳豆，我想看你站在信老师旁边呢。哇，差太多了吧？哇，哎，我想看到你跟信演那个，你要打他一起打不到那个，就是信用手撑住他额头这个部分吗？对对对。哇，我想把这个戏演的戏，这个戏蛮好。你今天好像不是配给他教的耶，你要配给杨丞琳教的。你走开！真的。是他了，哎，是他吗？嗯，干嘛？你有很遗憾吗？纳豆，还好啊。你有很不想跟他讲吗？没有。所以他们有一点雷同的地方。哇，你得罪人了，你得罪人了。你好敢讲哦，怎么会在得罪我？你的粉丝很强哎。他整个脸歪掉了。没有，没有，真的，他之前比现在还要胖一点点的时候，本来是要模仿他。不是啦，是酒窝而已，就是你只 take 这一块。只 take 酒窝。所以你是说他脸颊很像纳豆？对，脸颊。你为难摄影师，要怎么只 take 酒窝？那样真的很近。纳豆，嗯，你有唱过林俊杰的歌吗？有啊，去 KTV 会唱啊。哪一首？曹操。哎，请问一下，你跟杨丞琳有做过什么近距离的接触吗？有一个超近的，是什么？我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我认出他来，然后我就拍他，说：“哎，纳豆。”然后他就，然后他就。等一下，我看你哪有抬头。这样子。哎，你也太抬举你自己了吧？纳豆。这样叫我。你以为我在绑鞋带吗？演戏太 over， 看我都穿高跟鞋啊，然后反正他就吓很大一跳，还讲了一些就是比较官腔的话。什么？没有那时候。而且你知道他，就是特地去找我的发型师，然后我的发型师跟我说，我就说，哎，为什么？怎么会找到你？然后发型师说，因为纳豆说他想跟你用同一把剪刀。还有刷脸也一样的，是自杀吗？不是啊，他也帮我剪了。可以用同一把剪刀剪你耳朵吗？哇，所以纳豆今天根本不是要跟林俊杰学歌，他只是要坐在杨丞琳。这个也是工作之一啦。真的很入墨天王哎，你是没有学歌很好，我就是要学歌。好，俊杰已经被挑走，那这两个老师你比较想，你比较愿意跟谁学？如果是你的话，阿信那么那个臭拽，一直嫌弃学生。哎，我的资质你都看不出来，我就很失望啊。我就是看得出来，所以我才会写演那个什么。爱之深，责之切。激发你的斗志。所以你是希望我可以拼出一个？你是那个一块石，那个玉外面包着石头。石头有多厚？有没有很好磨成玉？大概玉的十倍左右，很厚。不过说实在，如果讲真的，我想给他教，因为他最近那个新歌在电视上播，好几个音我都吓到，好好听哦。对，就高音之余还有那种哈的声音。你想要学这个？我觉得要先从简单，要轻弹，从简单慢慢爬上去会。我有很多真假音的转换。你也可以来这边啊！真的要争取你，好好好，不要再抢我了，好不好？哎，欣姐，那如果你是老师的话，那两个学生你愿意挑谁？我会直接叫静雄回家。真的耶，如果只是我不要鸭子，我觉得好可怕。对，鸭子你会前滚翻？我会。来，你可以翻到你的老师前面吗？现在翻啊！哇，我有一段，真的，一段。你说等一下要压轴表演吗？我要来向偶像致敬。真的，是现在可以表演还是说要现在可以表演啊？现在可以吗？对啊，那我戴一个假发，戴假发，你们专辑是水母头吗？今天好多人要攻击杨丞琳，好恐怖！不会啊，我觉得好荣幸哎。这是水母头？对啊，这刘海啊，啊，这个他剪到这边一半的，有像哎，这样，水母头就好那么紧啊。鸭子，你准备好了？我再接一下就像了。你准备好了？好了好了。好可爱哦！什么
冲着这件事，你愿意教他吗？我当然愿意啊！真的，哎，你这样有感动哦，你没有觉得火冒三丈吗？没有，因为他跳的是，因为我看过很多人跳，其实也没有这样。等一下，我再处理你的部分，好吧？我先，因为他真的是。跳的算是很，他该第一个动作，他第一个动作把我惹红。可是真的是那个动作，牙齿第一个动作是这个，真的是那个动作啊。那个，哎，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我有啊。可是他凭什么跳过这个？你再动作看，他要动到胸哎，对，他有胸。你说你火不火？可是他前翻的部分很棒啊，就希望他扭断脖子而已。对，目前没有人愿意为我学前翻的部分，不用不用。刚有了，有了。前翻的后翻都可以。不要了。鸭子，你有在 KTV 唱杨丞琳的歌？对，很常，几乎每次都会。算是你的拿手绝活吗？拿手绝活。OK。可是鸭子还蛮漂亮的啊。哈哈哈哈哈！我们这边都开始进行教学的部分，我真的头很痛。那结果就把伟如塞给阿信，就是塞给。因为我是比较优质的学生，所以要塞给优质的。可是阿信说你资质很差，所以不怎么好。伟如，你知道信老师？不要这样子，信老师看过你唱歌哎，真的吗？我也看过，有很糟吗？可是你觉得他把我？所以杨丞琳今天三个学生当中，伟如算是最糟的，对不对？我没听过纳豆，但是伟如的是，我不知道他不是糟，他是。你怀疑他没有认真，可是你自己凭良心讲，他把我跟伟如放在同一个 level， 太不公平。对啊，他说我们俩是同一种层级。我不懂信老师刚刚在想什么，因为我也是在，好像是阿妹在吧，他唱《听海》啊，哇，真的把我吓了。伟如，你先唱，我再唱给他听。你先唱《听海》，可是他唱《爱不持久》有够好听。对啊，伟如，你先来。那我没听到，我听到《听海》而已。好。听海哭的声音。哇，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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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CD， 换 CD。听海哭的声音 ，key 比较高。还记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破音点，破音点，在没有破音之前都是进入状态。再重新讲一次，我跟他怎么样？我错了。好了好了，我原谅你了。所以信老师，我们把伟如塞给你，可能只是因为他最近就开始走性感路线这件事。哦，真的吗？对，就是你不要为别的事情。你说我最近转性，我喜欢男的。我有读到，好像。有。哇，你最近真的转变很剧烈。那个伟如，等下勉强你，就是教教看了，教不成我们就算了。哎，其实我很爱唱你的歌，哎。还有死了都要爱，我其实也都会。没关系。死了都要爱，你也唱。对啊。死了都要爱。音的时候差点把音唱到了。谢老师，你要把伟如换掉，换成陈汉典吗？其实我是康熙的男高音，来来，我只唱一句，只唱一句。死了都要爱。这些学生为了要向老师致敬呢，要先用恭敬的方法把他们的 CD 从椅子上面拿起来。然后呢，要各自发出一句赞美之词，然后把 CD 送到我们的手上来。伟如先吧。哇哦！你可不可以用心啊？老师不开心。算了，信自己拿过来。可怜哦。你可能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吗？很抚慰你。有深度一点。他刚才模仿 Dennis 吗？深度是不是？加油。Rock。哇哦！超级好听的。我真的不能理解他发生什么事。而且这个走路的步子有意义在吗 ？Rock， Rock， 有啊，因为摇滚乐手有这样走路。哪一位？有 Tempo， 埃及的埃及。好，这张专辑你应该很期待吧？我很期待，因为我看到那 MV 的歌非常棒。对呀，你刚刚听到的都是里面比较不好听的。真的吗？其他的更好听。真的。哦，谢谢。你看口气多大，好棒。加油！我想办法让他们听完你说的话。好，从今天开始不准再说了。林俊杰，什么六还是六？拜托了，听六学生说的话了。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说我很可爱了，因为我已经成熟了，请继续
支持我的霸手秀哟，谢谢可爱。我比较好奇，他如果用那个好前总统的女前前总统的女，要那样凶凶的，用公主的，用公主的。为什么什么事都要叫我来买啊？我已经很忙了，你知道吗？尤其是什么专辑啊，这一片，你大家都送专辑，你送 CD 干什么？公主我要，公主我要，专辑有什么要啊？有没有写小 S？ 有没有写送给小 S？ 明明就是你们两个人 CD 在那边装什么效果？拜托给我们，好厉害哦！谢谢谢谢公主。好了，我真的被有才华人喜欢，我真的觉得我好荣幸。你讲话也重了点，哪有？好厉害哦！他是有才华，可是纳豆呢？纳豆也有才华，有哪里？他就是个人欲横流的人呢、啊。不好意思，你知道他私下玩得很凶吗？对呀、啊，你还好吧？他在夜店很会把妹。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夜啊，不喜欢去夜店，不去了不去了。好，纳豆介绍你老师的专辑 ，Sexology， 是这样念吗？哎 ，Sexology。一张值得你珍藏的专辑哦。我讲都讲不出，我觉得你有点神奇。他的专辑的名字啊 ，Sexology 啊。而且是有打折吗？刚刚？对。怎么会那么弱的一个宣传？值得你收藏的专辑。专辑哦。没有，是因为真的，这个真的是很弱。好，三位老师的专辑有没有收到？谢谢，请坐。谢谢。好，我们今天的教学方法就是因为要给电视机前面的其他不一定那么会唱歌的人建立一点信心。我们先听学生的歌声，听了之后呢，那个如果他们还没有转走的话，就老师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一教学。是，我觉得一开始如果是最悲惨，好像不太好吧，对不对？先让有一点希望的人唱好了。谁啊？我刚刚讲，我也想说有这个人在。我还蛮想听纳豆先唱的，因为刚刚他们都表演过，他还没有表演。好，那都请上。我先吗？对。不是英雄，不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寂寞？好好唱啊！独自走下长坂坡，月光太温柔，草草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有阴谋阳谋，明说暗躲的梦。是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又从头。不要拍手，这种歌声不值得掌声。就陷入沉默之中。怎么样，林俊杰，你是要离开摄影棚，还是你要留下来？我觉得应该有一两句是 OK 的吧。要不要换一首歌？因为纳豆一直创造高潮，哎，就是听到那一个，我想说哇，真烂，真烂，然后后面就更烂哎。而且我觉得这种那么优美的歌词被你唱起来就火冒三丈。他说谁来煮酒？我只想说关我屁事啊！谁来煮酒这种话你也敢？刚才后台不是说你会认真唱吗？我刚刚是很认真唱的。所以这个是你在 KTV 里面最用心的唱法。我真的是很认真唱这样。哎，你是不是耳背？是不是听不到声音？因为你的走音程度是不是一般人的程度哎？不是只有走音这个问题，他都直接就是合音那一步就对了。而且你为什么第一个音要叫啊？你为什么不修饰的唱？你在闹什么脾气？我想要第一句的时候就抓住大家的心。是抓的很累，那边抓碎了。清唱真的 OK， 你们不要给我音乐，我清唱就会超准。第一句你清唱，他怪音乐。不是英雄，不渡三国。若是英雄，好大，好大，谢老师，这样比伟如有高下之别吗？差不多啦，一样，对，差不多。好，第一组教学要开始了，老师跟学生请起立，那个请把教鞭交给俊杰。教鞭，所以俊杰你要从。什么部位？这不是逗猫棒吗？不要这么气吧，老师。你就把他打昏吧，我们也省得。你觉得有办法建议任何事情吗？就是比方说发生的部位啊什么这些还需要讲吗？还是说就？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你觉得他的问题出在哪？他第一个他的发生的
位置就不对了。真的假的？因为我刚才呼吸还没唱步的时候，你的肩膀就这样子。不，因为这首歌刚好第一音是很高的。哦，所以不能用肩膀呼吸。我觉得要用那个运气要对，就是那个丹田的位置。所以你可以示范一下吗？第一句。不是英雄，我超好听。不渡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好听啊！我透过教学直接让歌手唱歌就好。我知道老师的重点了，我刚刚嘴型用错了。这个刚刚老师好啊，好，你告诉我们你体会的心得，听有没有像哦？好好，来来来，加油。不是英雄，有好一点，有好一点。有。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我觉得有好一点。好，所以接下来他还要怎么样？我觉得用那个丹田有一个很好的练习方式，是我自己是算是研发出来的，就是你知道狗在呼吸，对，你舌头有需要弹那么快吗？在喘气。我好像没有舌头这么快。对呀，你看整个生活多乱啊！我们以前儿童剧团没有演过狗狗舌头这样。对，就是狗在喘气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如果模仿狗在喘气，其实我们都在用丹田在呼吸的。狗喘气。对啊，这边有动作，而不是这样子。就这样怎么唱歌？所以你说用这种方式唱歌吗？开嗓，用这样子开嗓。请问要习惯这样的，像有运气，你唱歌就有吧。他可能会试试看吧。鸭子，你试试看，狗的呼吸。对啊，对啊。没错啊，伟如，不对啊，他只是吐气。我觉得我这个很会唱，我觉得我这个很会唱。老师，你很轻松，我觉得是这样。你太乐观，你这样叫他弄狗的呼吸法之后怎么办？就是我觉得需要给他吃一点狗食吗？你现在有过呼吸法，你试着体会那个呼吸的方式唱第一句。好。明天再唱是不是？明天。不是英雄。一天都会有改变。算了，不要录这个内容好了。我们换聊一些那个出柜的干货好不好？我们来重新欢迎看康熙来了。俊杰最近发新专辑。为什么要把我们逼上这个绝路？歌本身先。没有，我要替他讲话，因为第一个步那个很难发，那专业歌手绝对没问题，但那个呜的音非常难发，所以是这个歌难唱是不是？不是，他换一个，换一句就可以了。从那个若是英雄开始就会比较好。哎，那个这样，你替他唱完第一句跟第二句，然后他接第三句，这样好不好？好，可以，他可以唱。不是英雄。不渡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谢老师，你好认真吗？我真的有认真，认真。就是他继续唱，你只是加入他，好不好？第三句 ，OK， 一起唱，对对对，他先唱到我第三句进去，他先唱两句，然后第三句你加入他一起，好不好？你跟着他，那搞不好就可以。不是英雄。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小声一点，小声一点。独自走向长坂坡，月光太温柔。再小声一点。再更小声。很好，再小声。不要他，你这样根本不要他唱，你就叫他小声干什么？因为他声音一出来就很碍事啊，人家唱的好好的，他正因为我这人是音不准还是我觉得你还是什么？我觉得你小声真的还不错哎，以后在自己肚子里装按钮，就直接关小的。对，来，你现在开始唱，我们慢慢转音量，你要变小声了哈。不是英雄。再小，再小，再小。再来，再小声一点，再小声一点，静音，静音。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这根本不是励志节目。很好，很好。都在我脸，他忍不住了。Sorry， 你就当对嘴歌手好了，算了吧。这个歌比较。林俊杰，你要不要推荐他另外一个比较？祝你生日快乐！你是快乐也走音，也不对啊，这你也走音耶，这也走音，真的假的啦？地主同学请退下好不好？谢谢老师，辛苦你也请坐，不好意思。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考验第二组师生了。杨丞琳，我觉得你这一组应该会好一点。我觉得我真的太好了，更不用教。鸭子，我们讲真的是先认真放感情唱。好，我会，我还怕他唱太好。所以你要唱的是暧昧。他可以的，杨丞，那个你先往前唱给老师听，好不好？好。只能陪你到这里，好好听哦！天哪，好会唱哦！是吗？是不可以超过了勇气，我好感谢他哦，好会唱哦！远方就要下雨的风，唱我的歌不会唱歌的人没办法唱。高兴有鸭子在我们节目，哎，好有才华哦！我说他很有才华。我很不服气，也开始怀疑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很好。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你是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好，停。好了好了好了，好，你刚刚 A 对了，你刚刚我们正在称赞你的时候，你转过身来看杨丞琳干什么？我不敢相信杨丞琳在我面前。好翻，那句就是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真的，你在那时候之后唱，真的让我们心存感激。本来都很棒，可是，在暧昧那个高潮点，对你那个吸气怎么搞的？锻炼一下，那个副歌那边可以过吗？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就算唱得到，你尽量用假音。就像他刚刚证据啊，就是证据对。我的词是什么？相爱的证据是不是？找不到相爱的证据。找不到相爱的证据，证据。对啊，可以，因为他刚刚有那个该放弃的该就唱得很好。可是我觉得他差是差在暧昧那一句吧。暧昧还有啊，他我不知道他是紧张还是本身的气不对。给纳豆，给纳豆。哎，纳豆，我不知道他是气不对还是什么，他的那个纳豆刚刚有模仿你的示范，刚刚那个那一句再来一次好不好？杨丞琳，你教一下，教他一下。找不到相爱的证据。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你真的好，我今天拥有你了，真的很幸运。那都不要再抽烟了。太不爱我了。你们师生请往前移动。他唱得很好，我不知道要叫他什么。我要叫他什么啊？我觉得他该换气，那边气那个换气的点不对。那你试试看那个暧昧的爱有点。因为你刚是暧昧，因为我的歌不适合一直走哭腔，会太就会太矫情了，就嗨有点暧昧的感觉，暧昧，暧昧，对，暧昧，这也太嗨了吧，是暧昧吗？嗨嗨，一点点，嗨嗨，暧昧，可是杨丞琳她唱到高一点的地方就破掉，你吸气要吸在这个位置，因为我刚刚看到你。就是跟纳豆差不多问题，纳豆是往肩膀，你是往胸口。可是其实你真的已经很好了，你可以躺着吗？可以可以可以。躺着是要整他吗？然后吸气，不行，吸这边，吸这边。现在是你吐气，那你吐气，吐对不对？我们躺着的时候吐气，肚子凸出来，这才是正确的那个唱歌前的那个方式。真的吗？对，真的啊。然后可以起来了。然后还有啊，还有一个方式很简单，就是笑。但不要弄喉咙，就是弄这边。可以让他躺着笑吗？啊，可以让他躺着躺着笑也可以，也可以。这边。有有有，死前的最后一声笑，这样子。含笑而终的意思，被敌人捅了一刀，还在倔强。
以啦。好，那你这样指示后，他真的会唱得出来吗？应该可以，吸气吸在这，像你想象你刚刚在地板上吐气，嗯，其实是吸气，没错吧？这两位大师，没错吧？好好，开始。没气，没气。气不够。我一定要背那个。可是他的，我必须要说他的暧昧那两个字已经很有好了，对，有。你修好了两个字。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我自己都没气，连拥抱都没有勇气。好好听，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发现就要学杨老师唱歌，我的嘴巴一定要让自己小一点。我嘴巴没有，你很小啊，我自己太大了，我要小一点。有。再多一点，再多一点，肚子再多点啊，顶我。有。换气，何时该放弃？换气，连拥抱都没有勇气。很好，有教主成功了，好棒！我跟你讲，龙女，我不是我教的好，他天生就很教的很好，没有，他天生就很厉害，他改善很多耶。纳豆来，我觉得纳豆说不定有办法，那一句就好了。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没唱好，杨丞琳从此不跟你讲话。好，你先躺，你先躺一下，永远都不用再起来了。那你就很失望的，哈，是饿到了，是失望的，哎，等等我，学我刚刚教你那一招。对，哇，好大的气，林俊杰，真素。对啊，你这样我，现在就对了，好，起来，记得那个呵。就是可以躺着开演唱会吗？因为其实在昆虫在跳在上面，其实躺着是很好唱歌的。其实躺着很好唱。如果你的位置唱对的话，其实你躺着还是可以唱出。现在林俊杰不甘心了，赶快再露一下。你要帮他抓到那个。你可以。然后当我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是要撑。要撑。对，要撑，但是不是用力的顶，是慢慢把气放出来。暧昧开始。暧昧让人受尽委屈，算了啦，他快醒了，他快醒，他再来重复这一句。暧昧，你就像讲话，稳定。爱，对，然后比较美的爱。暧昧让人受尽委屈，至少有点吧。老师你还会教啊？自己。你没有成功，我们只想打发你而已，我们受不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杨丞琳，你很有耐心。你很会教哎，有吗？对呀，你还说什么有点高兴的哀什么，这样有用？没有，因为我就是录暧昧之前，我其实被操很久，因为我唱歌方式不对。你在想说他也没有要当老师，你是万一去挑战他，会不会教课这件事？我觉得是鸭子真的好厉害哦，鸭子厉害了，恭喜第二，我觉得还有面子哎，谢谢，谢谢，谢谢徐先生。千年之恋，选错了，你选错了，你加油！非常，真的很疯狂哎！哎，不刷宝哦，对我认真唱。好。什么意思？什么歌？而我在挑战千年的时差，爱恨全。什么意思？老师为什么没有旋律啊？是你没有旋律，真的没有啊！老师想问你这个问题，老师没有旋律。阿明老师真的，阿明老师火大了。为什么？他好像在唱别首歌。作曲。别首。该那首歌是五年吗？第八度吗？第八度。谁在悬崖起一壶茶？什么？不惹前世的牵挂。牵挂。而我在挑战千年的时差。有一点了，有一点。全和下。什么？搞得我都不知道主题了。岁月在岩石上敲打。哦，有了，有了。我又留长了。美如继续跟，
耐心等待海岸线的变化，大雨就要下。我不是很理解，所以是整首歌故意编的是一样的音，是不是？没有吧，他们没有高低音啊。我本来想说有点难度，就没想到这么难。对啊，伟如，你根本有用心吗？他跟纳豆到底是不同的烂吗？纳豆比他好太多了，真的。我觉得起码。然后重点是他自己，你现在听他讲到这句重点，他不知道自己。他认为他在投入的唱，所以他才是二倍，对不对？他在那个音上面，对啊，是真的。所以伟如，你刚刚不是在恶搞？没有，你活在那个情境里面吗？对，只是前面老师没有给我旋律，所以我唱不出来。但是后面你要怪老师，要怪老师，本来就没旋律啊，他有给啊，不难不难，暧昧我就会，暧昧，等一下，暧昧让人受尽委屈，真的耶，真的好，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他怎么比前面准很多？因为暧昧真的很好唱，很简单。连拥抱都没有勇气。他也，我跟你讲，有比较好，可是也是难听。那我们帮你换老师，因为暧昧真的很好唱。我要放过那个信老师，就是杨丞琳，试试看把它修好一点。你是说唱刚戴爱玲？暧昧。哦，暧昧，暧昧他。戴爱玲不要闹了，我们今天节目哪够啊？十集都不够。我觉得他唱歌太像讲话了。对对对。暧昧让人这都喉咙。嗯。其实对你可能会觉得你音准了，对不对？但你没有在唱歌，所以你要运你的气，就是暧昧改成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哇，不行，这边，你呵，不对，你是呵，是要呵，肚子不对，肚子呵，不对，哎，你没有肚子哎，要躺下，有整个躺下不方便吧？不然你就嗨，啊，还有一个是打哈欠，啊，对你这样就有反而像唱歌，然后这边放松，你整个人都很放松，然后就好像在叹气一样，嗨。有好一点，但肩膀不要用力。好，你就这样子很放松，然后就一直这样好了，然后就嗨，好，然后还没，有好一点，有一点，尽量这辈子都要这样子扭动的唱歌。你想到刚刚那放松了哈，然后就完全放松了，好，然后不要动，试试看，这边放松。开始，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屈是什么东西？屈，你想用声音对不对？你想用声音可以。屈，这边要用力。屈，这边要用力。屈，往那边走。把它带走，唱屈，把它带走。屈，试试看，可以。试试看。以后暧昧可以当教学歌吗？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好唱，你救了好多人。对对对，可以。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我知道，他去，明伟要回家的啦，不好，他要来球场啦。他真的很烦了哈，他的屈他已经没气了，我觉得是没气的关系。暧昧完然后换气，换个气，来。让人受尽委屈。你们好一点，有，谢谢。要不可以祝福观众了，这个。哎呀，真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好励志。我觉得暧昧的那个音域跟他的。
它的旋律是很容易掌握的，真的。对，所以麻烦所有不会唱歌的朋友都可以点播这首歌。不过你，我觉得你有一个好处是你很能够用生活中的对方式来教别人。因为像阿信该就真的是发脾气了吧？有没有？差不多了。被动手了。你自己的发声方法是什么？开嗓子的方法？其实我今天刚好，今天是一个教材。我今天状况非常非常的差，你听我讲话就知道。那我有时候自己急救，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对别人来讲可能是非常不好的方法，对我来讲是还蛮有用的，就是那个，就是坐在，哈，哈，啊，啊，就是，好好听哦，好好听哦，连续连续这样让，哎，有比刚好一点的，比刚亮一点，那我的可以吗？我不知道，我唱那种歌的可以吗？暧昧比较细啊，这样会浪费掉。你会用 rocker 方法唱暧昧那一句啊？暧昧，爱情，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有你没有？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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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那个是比较，那个是比较那个什么？你们尊重人一下好不好？有人没关系，没关系，然后就练成啊，比如说一个声音从没有吼，然后到有吼这样。什么意思？一个长音，就像你听到那个新歌一样，也是活该。试一下这一句给我们听吗？我今天状况不好，但是我还是可以试试试看。好好，要听。也是活该。哇！你看一开始是干净的，然后最后变。节目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做不是很大的开心？你要励志啊！那三个人是干嘛？没有没有，我这个很好。对，你那两个。你今天被搞到最火的是谁？我觉得是韦如，我好想掐他喉结，掐到扁掉为止。所以韦如不能再唱《千年之恋》，我觉得他可以退出演艺圈。这么细啊！哎，林俊杰他那个你会吗？就那种啊那个。我可以从，我可以，只是说会真的会伤喉咙。伤喉，那反而伤。对啊，我刚刚玩一下就好。习惯那样的那种喉法。那你要不要伤一下？不要啊！你可以试试看吗？不是英雄，我想听哎。不是英雄。有哎，还是有啊。反过来了，都会。节目上不是很开心吗？对不对？大家就很是是是。三张专辑希望都成功哦，谢谢你们，谢谢辛苦啊，三位老师，不好意思，对不起。